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今天很多人都会怎么讲？跌破眼镜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就看你买的位置啊，投资朋友。你今天会看到很多节目都在骂那个什么买防疫股的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那代表什么？代表露馅了。为什么？你今天会批评指教哦，有关这个有关防疫的或者是什么 mini LED 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股票都是近一个月来最标的股票，最强势的股票，最标的股票。如果你今天看什么节目在骂这些什么防疫股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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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栽葱啦，或者是买什么 mini LED 的倒栽葱，对不对？代表这些人都没有操作这些股票，那没有操作，那就何来之批评呢？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你们今天开始会问了、啊。会问说接下来怎么操作？哈，母亲节之后会怎么操作？哎，对，先那个跟全国、全天下的所有的母亲、所有的女性说一声母亲节快乐。那在这边也跟我的妈妈说一声妈妈快乐哈。那母亲节之后要怎么操作？我觉得你的心态要平常心，不是说大涨之后什么股票能不能够追。这叫基本常识啊，哪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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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不能追，没有这回事。这我常讲过的嘛，股票市场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。当然，低档区你不爱，对不对？低档区你不爱，低档区你不爱啊，低档区你怎么爱？这边证券跟你分享的、啊，你忘记了？这边我这边有跟你分享啊，恒大、啊。但是你会认为说，哎，十几块涨到哪边？涨到三十块。太贵，涨到四十块你也觉得太贵，涨到五十块你也觉得太贵，那你不是很奇怪吗？涨到三十块太贵，四十块太贵，五十块又太贵，那你怎么会买到这边啊？你怎么会买到这边啊？这边全力买进，全力重压，全力买进，全力重压，为什么？因为跳空，跳空你最兴奋啊！跳空你那最兴奋，因为有人跟你讲全力买进，全力重压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再来懊悔说啊，你看这些口罩的啦，不能做啦，口罩不能做啦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也不能碰啦，投资朋友，立马帮帮忙哎、欸，立马帮帮忙，这涨了快十倍的股票哎、欸，这涨了快十倍、欸，投资朋友，这也是十几块钱涨上来的股票，那十几块涨上来的股票有没有？那你买在这边，你怪谁啊？你买那你怪谁啊？投资朋友，没有不能买的，没有不能买的股票。他说：“你要搞清楚状况，因为今天你会看很多人，我大概念给你们听了。你今天看很多人都会什么，就会骂什么啊？你看恒大倒栽葱有没有？啊，热映倒栽葱有没有？好不好？啊，甚至酸我一下，酸我的康纳香有没有？酸我的康纳香，对不对？你把臭西啦，我讲几天呢？你还在那边买，那不是很好笑？是谁好笑？是你好笑，不是我好笑，对不对？”哦，你看，你只要看今天有人在酸啊，酸这种啊什么啊，人这倒栽葱有没有？倒栽葱的股票可多，但是今天倒栽葱的股票基本上全部都是强势股，全部都是近期最强、最猛、最标的股票。近期啦，我们讲近期最强、最猛、最标的股票，包括什么？这个台药也是啊，一堆啊，包括 mini LED 的啊，有没有？但是哎，证券从来都没有骂过人家的 mini LED 哦，因为我觉得人家有操作，那他们也很棒啊，那他们也非常棒啊，人家很棒，你要给人家掌声鼓励，所以我不会去说人家啊，人家怎么样之类的，我从来不会去这样讲，我也不会去酸人家啊，人家的股票很强，不会，因为我操作我的嘛，我操作我的啊，我操作我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啊，那我干嘛去批评指教别人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但是我会在相对的位置，我就会稍微提醒你们，相对的位置，我常跟你们讲，相对的时候，你们有时候要稍微什么，要稍微去评估利润跟风险，利润跟风险你要去衡量，你要会去考虑。当然啦，今天你开始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我不会骗你们啦，因为其实你知道你们跟郑军。
那你我讲你们老师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林老师跟郑军差在哪边？林老师跟郑军差在哪边？投资朋友，今天或许啦，或许你就会看到，就是说，好像听说下周会有什么利多，对不对？什么利多？快筛嘛，跟中研院授权的那个利多嘛，下周好像有可能会公布。那听说他六月好像可以在市场上销售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是在这边听说，还是跟郑军在这边听说？那请问买在五六十块，买在五六十块，或者是七八十块，还是你要在150、160？听说下个礼拜会有大利多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先跟你预告哦，如果下个礼拜那个利多出来，我会做什么事情？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？如果那个利多只要一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我都先讲在前头的哈，我会出的一干二净。我常跟你们讲，就是说，你们来到市场，你们要知道输赢的关键在哪里，输跟赢。你们今天听到很多那些资讯，有关保龄球的那些资讯，下周可能会有什么重大利多？郑军几乎已经快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什么先做预告，两个月前，急，快筛。那请问你要50块、60块去重压，还是说已经160了，你再来，可不可以重压？投资朋友，输赢关键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。那我常跟你们分享的资讯，我能够跟你们讲，那我们会尽量跟你讲，证券都会尽量跟你分享。就如同市场都还没有公告的资讯，三月份我有跟你公告那档叫台湾经济，我有跟你讲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基本面，它的获利的状况，它营收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包括本周你们已经看到国巨 Q1 5.5， 我基本上都比过了嘛。我有没有比过？我有没有这样比？有啊。那公告出来那就是卖啊，那我讲过啦，公告出来那我说我没有卖到最高，最高426啊。我跟你讲到400哪边？420，你有没有印象？那为什么我讲完420它就不会涨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已经公告了嘛。投资你们真的很天才，你在公告这一天公告的时候那你才去追吗？投资朋友，你要公告才去追股票，那这边郑军跟你苦口婆心跟你讲，那包括这一根黑棒是4月23号郑军有跟你分享两档股票，明着讲公开讲，一档是国巨，你可以滴滴的买耶，投资朋友，因为你隔天可以滴滴的买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4月23号我讲完你没有来参与，但是你会在哪边参与？你会在这边，有没有？第一季营收获利超棒，超棒，超棒，对不对？超棒，超棒就赶快下车啊，超棒。那还有这一档股票叫8403的盛虹，投资朋友，当然了，已经涨了77%，我今天讲话也要稍微平反一下。你们买在这边的，那我觉得你们情何以堪呐？难道我是这边才开始推荐吗？我33块跟你推荐，按你说你买在50几块，那你再来酸我说啊，你看都你害的，我害的，都我害的，投资朋友，你听郑军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边买的或这边买的，我跟你讲，就算今天跌停板了，你还是赚钱啦。但是你如果是跟郑军同步，你跟郑军同步，郑军买会带你买，卖我也会带你卖，会买要会卖。会买也要会卖，不是整天都在追股票，投资朋友，不是他们整天都在追股票，投资朋友。那你们有没有印象？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张字卡？我有没有讲过？华哥推荐，有没有讲过？我有没有跟你讲四月会很好？华哥，宇俊呢？看一下宇俊吧。你自己看一下啊，
天创新高哦。这样我这样跟你讲了两个礼拜了，我有图有字卡有真相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，我来看一下这个轰天雷出来了没？等我一下哈、哦，等我一下，出来了，1.64，1.64，投资朋友来看一下1.64哈、哦。上个月是 1.57 哦，已经创新高了。1.64 是再创新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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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创新高。看一下股价， 102.5。好，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听郑军在节目上跟你讲过四月营收会怎么样？第一季的获利，安呢？安尼唔是二十块，你唔要讲讲安尼，老师第一季二十块，你买下天才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比二哦，你信不信？两个礼拜前郑军跟你讲的内容，你们即将会在下个礼拜一的晨间新闻，我再讲一次，我两个礼拜前跟你讲的华哥推荐。宇君，你们信不信礼拜一，下个礼拜一的晨间新闻，你一定会听到有关宇君四月份创新高，第一季就是这个数字2块钱。我两个礼拜前跟你分享的，这就是输赢的关键啊。那我先讲好，下个礼拜一，你们有的人啊，或者是跟郑军同步的会员朋友，都很清楚啊，利多出来，对不对？晨间新闻当然一定弄得沸沸扬扬，非常的热腾腾啊，热腾腾一定是开高嘛，对不对？开高要做什么事情？追吗？你老师一定是看报纸、看晨间新闻在买股票的，我都相反，我都跟你们讲过，我报纸都反着看的啦。你们要仔细哦，看礼拜一的晨间新闻有没有讲宇俊这一档股票，这才叫实力嘛，不是吗？再来看别的好不好？不会涨停，但是会涨不停，哪一档？不会涨停哦，那不会涨停的哦，但是会涨不停哦。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看一下，哎，又创新高！老师，你这股票怎么奇怪啊？从你讲完之后，从你讲完31、32、33、34，哎，老师，你每天一直讲呢，啊，真的没涨停呢？这支哪这奇怪？没涨停，没涨停嘛，都没有缺口哦，它完全没有缺口哦，这才是最棒的股票，因为有缺口，它有时候要去封闭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如果突然有一个缺口，他就会突然要去什么做什么封闭，都完全没有缺口，没有涨停，但是呢，涨不停，建议到41.35了。如果你是一开始就跟郑军同步的，你已经快要赚10块钱了，但是呢，你不会谢谢我，你只会跟我讲说好慢好慢好慢，嘿，好慢，好慢，你快，你要来找我，这跟你分享的啊。老师，宇俊好慢，好慢，好慢。那礼拜一呢？你也买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没关系啊，因为今天稍微要，因为要庆祝那个母亲节，好，所以说，郑军有一个想法，希望你们多支持。我找一下那个图给你们。那你们要帮我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并不是。怎么讲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过快乐的母亲节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们要知道哈，就是母亲真的很辛苦。那母亲节这个时候的来临，你们要跟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啊。那如果说你做得到，第一个，你可以带爸爸妈妈去吃饭啊，或者是说打一个电话给母亲。那我要送你一档股票。
欸，找不到在哪边？那我找一下好了。我有带出来啊，我有准备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波啊找到了。那我先讲一下我的想法啊，你们要去做。那你只要真的有做到的人，这一档真的无条件啊，这句说话算话。哦，如果你没有办法陪你的爸爸妈妈吃饭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最基本的，我觉得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哦，最基本的一个原则，这很基本的嘛，一定要孝顺，懂吗？你说没有空跟妈吃个饭没关系，最起码打一个电话给你的妈妈说一声，妈辛苦了，母亲节快乐，这样就够了。你妈听到这句话，我跟你讲，她一定痛哭流涕，我没有骗你。他也不需要你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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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礼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你有赚钱，我讲过的嘛，你有赚钱，那一叠钱就放在妈妈的床头，对不对？给她一个 surprise， 对不对？但你说哎，没有关系，没有钱，没有赚到大钱，没关系，都来得及。但是你要跟你们妈妈说一声，妈辛苦了，母亲节快乐。只要你有做到，哦，你有做到，我送你这张股票。你只要有去做刚刚我讲的那个事情，你带妈妈去吃个饭，或者是说打个电话跟你的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那我跟你分享这个超级大礼。那这是月线，这一档股票月线，它股本蛮小的，4亿的股本。那这边稍微跟你们特别提一下，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预知未来，但我先讲这一档也是生技股，也是生技股。但是我跟你特别提一下，如果可以预测你未来的健康，你要不要？你愿不愿意？而且重点是我已经把它这个稍微放大给你们看，导播可以放大这个圈圈吗？谢谢导播。这是月线哈，月线哦，月线第一个礼拜四，有没有放大四月跟三月的月线？有没有？这是三月、四月跟五月连续这三个月的月线，我已经把它什么把它腾出来给你们看。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奇怪？五月光第一周的月线已经比四月的高，比三月来的高，叫量比价先行啊！量比价先行，已经有人进去了，给我全图，谢谢导播。那我给你的股票，你放心，你不用害怕，绝对是低档区。200多块的股票跌下来，跌到四字头，够低了吧？也没有什么涨的股票，相对安全，相对的低档区。投资朋友，这档股票，母亲节快乐！只要你有做到刚刚郑军讲的这一些，那郑军就跟你做无条件的分享这一份超级大礼。那希望每个人都要来拿，都要来拿。那我不会去查证你说你有没有去做那些事情。当然你是女性的朋友们。郑军也要跟你们说声母亲节快乐，那一样，女性朋友们都可以来拿，但你是男生，你要来拿，我也不能说不可以啦，不好意思哦。当然你要来，郑军就跟你做分享哦。那因为近期你们都会怕哦，怕追高哦，这是正确的观念，不要那一开始你们一开始不买，你一开始不买，那我也很为难。因为我一开始在推荐的时候都是在低档区，就像我近期推荐都是龙喷这个复制部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我都低档区推荐的啊。当然我本周一我推荐的是这个龙喷的设备。当然你们有时候就是会买的位置会比较尴尬一点啊，老实讲啦。那今天它也是跌停板，它是冲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先特别提一下，你难道你认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，如果你可以在礼拜一、礼拜二，郑俊在预告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跟我同步了，因为礼拜一、礼拜二是涨停，礼拜三涨停，礼拜四涨停，今天是开高嘛，对不对？那开高郑俊绝对不会追，哦，开高郑俊绝对是不会去追的，哦，绝对不会去，我绝对不会去做追的这件事情。但我要特别提醒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才开始买，没有关系。我跟你站同一边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要来登记一下，就比方说你买到什么样的位置，你张数大概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去TG 去登记一下，我帮你追踪啦，你不用担心啦，
股票市场不会说如你们想象的什么今天，我跟你们，你们今天可以去看谁在骂这些什么有关这个什么什么防疫的啦，或者是哪一些股票有没有什么什么开高什么什么什么灌下去的，你们把这些老师名字记下来，下个礼拜搞不好他们又回来买这些股票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做股票不是这样做的，做股票是你要做的是一个什么一个区间一个未来。要做的是一个大方向，不是看当天的啦。但是证券不会在很高很奇怪的才开始推荐，你们要搞清楚状况，我不可能在很奇怪的位置才去推荐股票。那我相对低在推荐，当然你或许没有来，就如同盛虹，你也看得到这张字卡33块的盛虹啊。当然你或许你要买昨天的50几块，那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啊。但是你有买的，那当然你也不用跟我客气，我这个人。我趁母亲节，我能帮我就尽量帮你们，我能帮我就尽量帮你们。当然，你们有些很喜欢，还是喜欢做比较短线的，那我没有办法。比方说我昨天盘中，12点送给你们的这个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德渊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平盘啊，那平盘冲到涨停，那今天开盘差一点又攻到涨停板，或许有人出掉，有人没有出掉，那做法上可能短线有出掉，那还是恭喜你，因为你有赚钱。你要帮妈过母亲节，那没有关系。那没有出掉的人没有关系，一样通通来找我。包括这一档最低价的，最低价的，欸，我觉得他今天也是一样哦，也是涨停，今天又再冲高，但是一样啊，尾盘有稍微什么，有稍微到盘下。那我跟你讲哦，礼拜一我还是会带你去哦，带你去做哦适当性的操作。他不会就这样结束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到10块钱的，那你在怕什么？那今天防疫下来，那没有办法。你一样有这些股票的，你就来登记一下，来登记说你大概买什么位置，大概有多少张数。我跟你站同一边哦。我不会说今天跌下来，然后我全部都没有了，没这回事。但是我还是有卖其他的哦。我强调哦，会员朋友可以帮我做见证哦，我还是有卖其他的。但是你们没有卖的或者来不及出的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一项就结束的啦，没有一项就结束的啦，投资朋友，不你喜欢他干单啦，投资朋友，哦，那当然母亲节来了，再特别提一下，麻烦你们跟你们的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那有空的人带妈妈去吃个饭，这档股票无条件跟你分享，或者是身为女性的朋友们，或者是有空带爸妈去吃个饭，或打个电话跟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这一档超级大礼，郑军无条件跟你做分享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由新观点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非凡新闻通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凡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
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又来不及讲这一档股票，进可攻退可冲这一档股票，它本身有 5G， 然后又有防疫的，哪一档股票？就这一档，我礼拜再跟你们好好分享这一档股票，6190的万泰科，6190万泰科，好，我礼拜一再跟你们分享，我今天正来不及讲这档股票，那礼拜一再跟你们做分享。另外，今天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打个电话跟你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，或有空带妈去吃个饭。那这档股票正军无条件要跟你们做分享，因为它股价相对算低啦，算低都没有涨过的股票。那这档股票真的是无条件跟你们做分享，只要你们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做好这件事情就是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